美国现在非常流行一种休闲三轮车，像是赛车一样低底盘靠背式的三轮脚踏车，看起来是又酷又炫，而且还被很多杂志选为今年最硬的耶诞礼物之一。您不晓得这种当红的三轮车可是来自我们台湾啊。李逸如、韩子桓来自洛杉矶的报道。跑得快，小朋友忙着赛比赛，不需要平衡感，脚一踩马上上手，前轮带动后轮，这种三轮车还可以斗腿撸，它没有这个齿轮，所以你不用担心它会落链。这样躺着洗正是脸不红气不喘，台湾智慧型三轮车勇闯美国市场。台湾一手设计制造 MIT 三轮车在美国大受欢迎，被推荐为今年最炫的耶诞礼物之一，强调比起传统单车，这种靠背式骑法省力舒适，不会腰酸背痛。应该在市场上是 1.5%， 那大概就是 share the total of the bike industry 就是 about $82.5 million。成为全美休闲特殊单车类销售冠军，台湾货果真是好样的。在以前呢，我跟大陆呢订了3000台的电动车，知道吗？退了2000台，赔了几百万美金的惨痛经验，老板深深体会，台湾生产品质保证八字真言，帮他在美国业界拿下三轮车女王的响亮封号。中央新闻李璐、韩子桓，洛杉矶采访报道。